刚才下车走到路边，忽然间发现它在跳，吓了我一跳。它走了，啊，没有追到。不见了，好，电线，电线杆，还在跑，还在跑。跑过来这边了。但是走过来就没看到，这边就听到小贩骑脚踏车声音，看看在那里，哎，又跑掉了。奇怪啊，很怕掉下来的感觉。哎呀，掉过掉过，会不会跳过去？会不会跳过去？有点跳，会跳过去，有点跳。会跳过去，有点跳过去，跳过去吧，不见了。好了，不跟他玩了，拜拜。松鼠啊，来找松鼠吧。在棵树上，小声点。在，能看到？哪里？尾巴在动。有没有看到？尾巴在动。在哪？在那里，树那里啊，有没有？看到吧，就那个两个树根这样子交叉那里，我看到它头了，在那树根上。它都不怕哈，好，走了，好吧，不要打扰它求偶了。这两天记得订阅我，每天晚上6点都会出新的影片哦。那我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爱戴分享哦。